这样子。那个舞台组准备了。我的舞台。因为希腊人他慢慢接触这个现代，从这个17世纪接触这个现代的这个荷兰人跟这个汉人的现代的这种文明，所以他慢慢就是这样听读说写，他慢慢就是一些文字，然后一些那个学习的这一个比较接触，比较像西方的或者是那个汉人的那种方式啊，那个私塾的方式，所以他慢慢就开始要学读书、听读说写，这是一个。鼓励希腊人的听读说写的好，我希望各位也是啊，那个听读说写会越来越的越强，对不对哈？那我现在跟各位献上这一首哈，听读说写的书的歌，好不好哈？明基阿基奥尼戴姆尼，明基阿基奥尼戴姆尼，马斯苏阿苏姆拉阿古丁拉阿巴。马斯苏阿基巴尼基斯卡马卡西拉雅，好，这是介绍各位，他就是这个希腊雅人的要认真的哀小姐，要认真的来念希腊雅。我今天送你一套十本的哦，哎，所以我下次要考试，好不好？小本的吗？谢谢。小本的吗？小本的，这是小本的。小本的，我喜欢小本的，但是没有，不是黄色，是白色的。好，这是希望这个各位哈，都多多支持一下我们这个希腊雅，那个希腊雅族准备要证明哈，就是台湾的第16或第17族哈。目前台湾全台湾这个原住民有16族，那希腊雅跟那个埔里哈，南投这个格哈乌族，他可能就是会成为第16跟第17族，好吗？好，这个台南的希腊雅族跟格哈乌族就是会成为第16或第17或18。好啊，希望各位多支持一下，谢谢。Yeah! 我上次听你唱歌走这一首二妹的婚礼，哇，对啊，还好吧，今天还不够醉，要唱那个丢了线。算了，礼拜天也唱了，真的很贵。希望要来的玉山好不好？杨小姐、玉生，还有 Sophie 好不好？那个爱情都要来哦。玉山到底是？礼拜天玉山，玉山，杨小姐玉生都。对，是玉山。礼拜天哦，好不好？你要确定要来的。对。我在彰化陪你。妈妈。大佛。小心哦。来。你不是说演唱吗？算了，没有。